你们是怀疑是我杀的邹亮？戴总，不错，我们是约了昨天晚上见面，他给我发的信息。乔律师，我们对你进行羁押调查，不是靠推测，我们是有证据的。证据什么证据？监控视频拍到我到邹亮车里把他给杀了。这倒没有。 他停车的地方正好是监控的盲区，但是在他车里到处都有你的指纹，包括他注射毒品的针管上，这你怎么解释？我问句题外话，你觉得全京港最优秀的律师是谁呀？乔兆廷啊。莫名其妙的损失了一个邹亮，你自己也被羁押调查，好不容易出来了。 就别再耿耿于怀了，让这事翻篇吧，好不好？那案子该走死刑复核了。你们接受调查，我的银行卡被临时冻结了。等到解冻之后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把钱都交还给所里。您把这些天的停车费啊给结一下。你看我身上没那么多现金，微信、支付宝都行。我这在线支付宝的银行卡被暂时冻结了，你再容我几天。不好意思，忘给您交停车费了，多少钱？不是你。 咱们这边一共740，扫这个码就行。就是我这门打不开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您那不是该交这个季度房租了吗？房东和我们一直联系不上您，这房东有点不高兴，就把锁给换了。这个表是当时在婚礼上我拿钻戒跟我老婆换的，她没给我发票。那估计您不会绝当了，我估计您很快就会把它赎回去。哦，对，就是周转一下，很快。来，700，谢了。 乔律师，您不必这样。欠个一天半天的，是钱，欠时间长了就是人情了。我不喜欢欠人情。